继拄着拐杖、撑场老同学赵薇的新片宣传感动一票网友之后，日前黄晓明又被搜狐视频看到以轮椅造型回京。只是与见女神赵薇时阳光亲和形象不同，这次回京黄晓明继续一贯的酷劲路线。不仅随行的三位工作人员都是全身黑衣，打扮十分有气势，自己也是黑衣、黑裤、黑帽、黑超上阵，令整个团队看上去造型统一、气场强大。坐着轮椅被人推出闸口的黄晓明，为了保护自己受伤的腿，两条腿一高一低的放置，反倒。 增添了不少造型感。不知是由于高空飞行的时间是否过长，难以忍受的手机瘾又犯了。下飞机后，黄晓明全程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，还不时的眉头微微紧锁，嘴角下拉，或者是不自觉的张开嘴巴，再或者是露出诡异一笑，而身子前倾并且低头，双手上阵玩手机，十分投入。期间更是不时的将手机贴近嘴边进行语音聊天，不知电话那一边是否是 Angelababy 呢？随后，黄晓明一行人直径走出机场，向停车场走去，任凭身边。 的工作人员弯腰打电话还是放行李，黄晓明都一概不理，只顾低头玩手机。即便登上保姆车，几位随行人员下车吞云吐雾、放松聊天时，黄晓明依旧坐在车上玩弄手机，仿佛没有任何力量能将他的视线从手机上挪开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